啊，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哦，伫国会内底黑箱修法，违反民主，实际上是坚守之道。啊，因立的法律拢是定因家己来的。啊，譬如讲藐所谓的藐视国会罪，啊，立法委员伫行使那个执行权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敲诈反违，啊是讲反执行，实际上迄种是迄边的认定。哎，我讲起来，其实立法权跟行政权是互相尊重的啊。他们官员要基于政策辨认来对话，这样这个政策也好，治理也好，会越变越明。啊，你若讲安尼，就是啊，藐视国会。啊，那有些立委执行的时候说，啊，上帝跟你讲什么？那这样是不是藐视官员？所以这奇奇怪怪的黑箱定法，定他们有利的，我们认为啊非常的不妥，也不必要。所以我们也呼吁说，乡亲朋友啊，特别是年轻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反对国民党这样的违反民主的做法。